林毅在周易系辞商里有这样的一句，仁者见智谓之仁，智者见智谓之智。在面对同一个问题时，不同的人从不同的立场或角度会有不同的看法。所以我们不能单单凭自己的感觉就认为某个人就是这样的。某句话就是这个意思。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的旁观者清，当局者迷。男人和女人之间思维总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，有时候女人说的话男人不明白她的另一层意思，男人说的话女人有总是去想是否有另一层意思，这就导致了两人之间的矛盾。所以男人只有更加的了解女人，才能让感情更加的融洽。那么约婚时女人说好晚了该怎么回家，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一起来旁观者清一下吧。02